到这个舞台上，他就会被我们记忆成强者。他已经成为了。好，不要着急，托尼神的故事到此结束，但不意味着节目到此结束，因为还有四位嘉宾等待着出场。那么，是到有请第二位的嘉宾的时候，同学们，我们依然倒计时，三、二、一，第二位嘉宾出场。英语名字叫 Wayne， 我在 Portland Oregon 长大的，在美国长大的。好，晚节有个介绍，这是一名强力的外援，他今天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表现呢？让我们期待一下，好不好？首先，心动女生。心动女生，当然老规矩，我给你掏出手机来了。台上十二位女嘉宾，哪位比较喜欢？是不是前者的数字给我们的评委啊，以保持公正。好，没有问题，这个数字非常好。哎，女嘉宾的灯都已经重新亮起来了吗？把灯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现在开始进行第一印象的选择。非常好，十二点灯现在全部都亮的，大家鼓掌。非常好。今年24岁，我在西北大学学计算机，在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出生长大。从小到大，我一直有很大的自由空间，使得我成为了一个很独立自主的人，也让我成为了一个成熟、能够坚持自己的兴趣与热情的一个人。我原来特别内向。在 Portland， 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一个人出去骑自行车。我发现一边看景色，一边听音乐，能让我有很多新的思考和感慨。长大以后，我开始对摩托车感兴趣。在10年级的时候，我买了一辆摩托车。于是，骑自行车看景色变成了骑摩托车看景色。我希望毕业大学以后可以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去台湾，沿着海岸线骑摩托车。现在在大学，虽然我还爱骑摩托车跟自行车，但是我的休息时间并不充裕，这并不是个坏情况。在大学，我很高兴地发现了我其实非常喜欢跟人聊天，一起出去玩。大学是变得很social，而我很喜欢我自己这样的变化。我觉得做好人特别重要，
我希望我朋友们可以跟我一样这么幸福。到我大学后，作为 CS major， 我上的课都是对工作有帮助的课。我在乎我的成绩，因此我在应该学习的时候认真学习。但是我认为有很多事情比学习更重要。例如，我加入了一个做 solar car 社团，我觉得制造一个 solar powered car， 然后参加比赛非常有成就感。生活学习，我们容易感到压力和恐惧。适应大学生活并不简单，但我觉得这些经历都值得。在生活里，有很多事会让我们感到担心和害怕，这是一种本能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后面将会发生什么。但是到头来回忆过去，我发现这些经历都值得。克服恐惧和困难给我带来了成就感，也让我成为了一个更加成熟的人。为什么是想谈恋爱？每天我都很感谢我的生活这么丰富多彩，不管有没有能够分享这份感觉的人，我都会觉得很开心。但是如果有这样的能够分享我的快乐的人，我会更开心。男朋友、女朋友都首先是你的好朋友，我们是互相的陪伴，可以一起出去吃饭、出去玩。男嘉宾一看，就几个词要总结的话：敢冒险。我也在想，你们可能也在想。敢冒险，敢拼命，温柔，善解人意，就是我能想到的几个词，你们可以有不同的词，但是我想到的这些。那么现在有没有台下有女嘉宾想要问哪嘉宾问题的？刚才那个 VCR 有提到你想去台湾骑摩托车，为什么会选择台湾而不是其他的海边呢？其实我在波特兰有非常好的朋友，他是本来从台湾来的，我们经常出去骑自行车、骑摩托车、开两骑摩托车，因为以前我知道台湾，很时髦，从沿着海边骑摩托车骑一趟，一个周末两个周末就可以骑完，觉得很有意思。我来查一下，这个男嘉宾打算什么时候去？你们计划好？计划好啊！说不定我们现在的计划是毕业大学以后可能会有时间，是大学毕业还是去？我觉得你嘉宾特别想去台湾，你可以带着他都骑摩托车一起。那个，那有段路没有修通，不能绕一圈。女嘉宾想和男嘉宾提问的吗？现在女嘉宾好安静。有没有人想说的？问题啊？评论？评论问题？评论？我觉得视频很感人，就感觉就是做的非常的真诚。然后我觉得那个。Introduction 这个视频呢，不仅表现的是他的，就是他想表达的东西，但是我觉得视频的那个细节呢，很能表达他的为人吧。我觉得他是非常的真诚的一个人，能看得出来，然后很用心，然后非常的真诚的一个人。我先回答吧。
谢谢。我中文没那么好，所以我现在很多可以随便讲话没那么容易，请你们对我好一点。刚才你视频里说你平常比较忙，然后 cue 嘉宾们问一下，那你怎么会有时间陪女生呢？忙就是忙，是我感觉，首先我也说过，女朋友就是一个好朋友嘛，那你总是可以找到跟朋友有时间出去玩、出去旅游，朋友是当朋友嘛，总是有时间的。感觉嘉宾，感觉就是我。就是我感觉啊，男嘉宾的兴趣爱好很多啊，然后。就是你前面说为什么就是没有时间陪女朋友，其实我感觉就是就如果能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的话，就是他谈恋爱之后就会更幸福吧。其实我想问你，为什么中文这么好啊？因为我的中文不是很好，我也没那么好。中文，因为我在加拿大长大的时候，我爸妈都跟他们讲中文，所以我感觉我中文基本的东西我都还挺顺的，就是更复杂的东西都不知道怎么说。好，那么现在让我们进入男嘉宾的第二个感谢经历。我想澄清一下嘉宾啊，刚才也提到说女朋友也好，朋友也好，我跟男嘉宾也是私底下。